教大家读十八罗汉斋，罗汉斋，对，他是这样啊，叫做罗汉斋，可是这个是我老板娘新创的罗汉斋，十八罗汉斋 ，OK。斋汤在这里啊，全部掺好了，斋汤半汤匙，半汤匙酱油。半汤匙，摘的一汤匙，胡椒粉、少许，香菇粉，半茶匙，一小小半两茶匙，盐少许，糖少许，它在一起，这就是加一点水，可以了，加一点水啊，备用。放的八罗汉斋，看见没有？新创的罗汉斋，捕捉马铃薯拿去炸，花菇，青蛋，红萝卜，姜少许。盖兰花，盖兰花，盖兰花，别，开始炒了，基本上，酱油。姜，
进来哦，该做门一下关啊，三步步，好步步出位，再闷它五分钟啊，五分钟到十分钟左右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好，我很香哦，自创的罗汉斋，很香啊，我们老板娘创的。好，这个开兰花要烫过水啊，最后的步骤烫过水，炒两下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多了了。不是烤两下，烤多下。OK， 这个是自创的罗汉斋，可以上菜了。素食的啊，素食罗汉斋，不是叫做罗汉斋，不叫素食，自创的。老板娘自创的，来，看到没有？自创的罗汉斋，我老板娘自创的罗汉斋，斋怎么斋的？像那个斋一样啊！大家的支持。记得分享、按赞和订阅，记得啊，记得啊，小铃铛要打开啊。